今日直播，唔系今日录播，sorry， 录播呢张今日嘅气肉马啦。啊，今日同大家就系喺呢个录播嗰度就将会入晒呢四张，呢四张马太局。嗱，今期佢好彩赢咗场玫瑰锦标。贏玫瑰錦標，咁都大風咁樣就今日先至啱啱上演勝利紀念。唉，日本真係慘啊，死幾個人，不過都唔緊要。Boost 今期 Boost 呢四張，同埋 Tsuna， 我哋上就睇過幾張嘅，因為 Volume Two。好，而家有爆試下嘅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四張卡。好，第一張期待喺期待以上，咁用嚟跑嚟做咩咧？呢張張體力多，張高體力。成長持續可以跑到四歲尾嘅，唉，筆都冇支大過添。大陸冇筆添，哎呀，筆有筆有筆。好，入第二張。金子真人呢個馬主啊，真係好，即係金子真人，記住啊，金子真人呢個馬主係有啲咩嘅？第二張睇下咩嚟啦？慢閘，我頂佢呢張咩嚟㗎？呢張慢閘，唉，呢張真係想送俾人，冇計。好，入埋第三、第四張啦。第三張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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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唉，大花慢閘，我真係想講句粗口啊！大花慢閘，唉，真係真係都唔知打咩聯賽，唉。我嚟真係配武風，真係差唔多人啦。真係佢負係的煙平之中嘅。好，仲有一隻，仲有一張。咦？好，仲有一張。
哦，咩嚟嘅吓？垃圾嚟嘅，真系全部跑芝麻限定战啊！我顶啊，期待以上南集，唉，呕血啊，真系！全部都系一只叫大花。计啊，运问题。